觉得它的版型很好，然后它是整件都是稍微有弹性的哦。它这个其实我觉得就是很舒服，然后它的那个腰围的地方，它也是做整圈的松紧。对，它是做整圈的松紧。这一种的裤子的话，我觉得穿起来会比较舒服。对，而且它这个是比较薄的料。对，它是比较薄的牛仔布料，所以我觉得夏天穿的话很适合。对，然后它整件就是有那个松紧的设计，所以这一件我觉得穿起来是非常非常舒服，就是现在的天气穿完就很 OK， 因为现在穿不了太厚的牛仔。这一款它是比较薄料的牛仔，然后它的颜色是属于比较浅一点点的刷色，对，所以我觉得就是很适合夏天，很百搭，就是对，而且它是高腰的，对，它是蛮高腰的，对。然后背面的版型是这样，就是它也不会就是宽大到夸张的那一种，对，不是太夸张的那种男友裤。对，因为如果就是太夸张的那种，我觉得会有一点点无法驾驭，因为我的身材算比较瘦小的。对，它这一件的男友裤的那个版型是还蛮刚好的，就适合就是应该是比较大众一点点的身材。